北市长侯友宜戴上渔夫帽，右肩挑起担子上街游行。今天重要的，我们的换肩仪式。一路挑担风帆进入市民广场，也将这担子交棒给学生，象征客家文化传承。欢送乡，拜！这场新北市客家义民爷文化祭活动来到第二天，29号上午展开祭祀大典，侯友宜亲自担任主祭官，虔诚敬拜，也为新北市祈福。今年新北市的客家义民文化祭我们扩大举办，从昨天开始，我们连续三天，我们也特别从我们的绿色美学来提倡环保的意识，跟我们客家精神。祭祀完毕，一系列客家演出，有民俗舞蹈团穿上客家花布衣，还有全场齐唱客家创作歌曲。加入国小、幼儿园学童优美歌声，展现跨世代串联。客家文化的传承过程当中，能够彰显这几年新北市在客家文化的努力。今天的主题，一起到顶老人。一连三天的新北义民祭凝聚新北市客家力量，也让丰富的客家文化在都市扎根创新。民视新闻王信如新北报道。